棒了，朋友！牧师们最近似乎对石尸鬼心脏特别感兴趣。其实也不奇怪，了解你的敌人是将其击败的第一步。黑暗在不断侵蚀着圣光。 地里又来了陌生人。 你是 Vigo 吗？我是来。
我全看见了。它长着像野兽一样的脚，就从你站的地方飘了进去。你想想，我妈妈也在里面，是你让她进去的，难道你不该保证她的安全吗？里面有士兵把守，他们同样也有危险。或许你能帮我。我和我母亲在一起研究赫拉迪姆，当我们正要取得巨大进展时，他却跑了。轻言放弃不像是他的风格。我和我母亲在一起。教会下令关闭了矿井，他们不安全，尤其对孩子而言。那真的吗？那个长脚的女人就是恶魔莉莉丝。不，不可能。我母亲提到过这个名字。你是在说憎恨之女？Prava 有提到我吗？他没生气吧？现在不只是你的工作有危险。那走吧，我们赶紧去处理此事。的提升器卡住了，我们只能步行了。当心！你手上戴的是我妈妈的神符。现在归我了，丫头。在我放她和她的朋友过去时，她送给我的。也许我们该回去召集好骑士再过来，然后让我妈和莉莉丝待在一起，不管不顾。不行，我要继续。房梁太老旧了，晃得像树叶一样。
这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为什么会吸引莉莉丝来这里？我也想知道。Prova 什么都没跟我们说，没人进去，没东西出来，仅此而已。用不了，一定是卡在更深的地方呢。锁住了。来这里，我能挤着过去。哎，等等，说走就走的。敌人来了，我们避无可避，只能硬着头皮上来。随便说说。你母亲为什么丢下你不管？她不会的，或者说她就没有，她肯定有她的理由。
关闭了，没有提升机，我们就被困住了。快看，他在那儿。这雕像，是他，我看过他的样子。Lilith， 我们得找到我母亲。那边提升机，我们终于安全了。啊，见鬼，遇害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，我们需要援兵。不，我们什么声音？从门那边传来的。不，护卫们都牺牲了。那边。是你派来的，但他不是人，他是恶魔，就像那个雕像，说自己是庇护之地的圣母，简直就是一场杀戮。还有个女人 Bernard， 她在哪儿？她求饶了，莉莉放过了她，带去了更深的地方。放弃吧，孩子，他回不来了。 Vigo， 听我说，武器没用，法术、导言都没用，快去科瓦拉，告诉 Prava 唤醒天赋，召集军队，邪魔正行走于庇护之地，一定要把话带到。他死了，我受够了。你母亲还说这小东西会带来好运，亏我那么信他。收下他的人不是你吗？你就不该放他进去。不过现在还不晚，他还有救。别找我，别再找我了。 Prava 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就放手了，不管我们了？谈不上什么管不管，他死定了。我很抱歉，孩子。他真的不管了，得靠我们自己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的思绪很乱。没错，我是 Lilith， 庇护之地的母亲，憎恨的女儿。我有你寻求的东西，
你渴求知识，硬拽着你的孩子在庇护之地四处寻觅。不，我是在教他如何生存。这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吗？别演戏了，你有问题，而我有答案。我知道宇宙的构造，我学到的一切都警告我要对抗你。你学了很多，却懂得很少。你愿意接受我的提议吗？我不知道。可以让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。你母亲还活着，她和莉莉丝一起来过。你怎么知道？有时我能看到过去的影像，我看到了他们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莉莉丝的花瓣，我曾经喝过她的血。
法携带更多东西。在那儿，你很好奇，想知道我为什么放过了你。是的。你对我有信心吗？我想有。很好，现在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们要去见我的儿子。Rosma， 第一位死灵法师。不止如此，他是我实现计划的关键。听上去，他们是在一起寻找莉莉丝的儿子 Rosma。妈妈，你想干什么？
等等，什么？
事儿。你已经驾驭了你的恐惧，但我仍然能感到你的痛苦。你想你女儿，我的小喜鹊，她现在一定很害怕。是走，是留，你该做选择了。我把她培养得很好，她是个好孩子，很坚强，她会没事的。她选得好。我的孩子，要找到 Rosma， 我们得先穿过废墟底部的一个湖泊，这需要一种仪式，我会传授于你。如你所愿，圣母。很好，你的第一课，鲜血就是钥匙。你这次又看到了什么？我要听实话，快告诉我。莉莉丝想把一个仪式传授给你母亲，仪式需要鲜血。你母亲似乎自愿接受了。必须找到他们。Come on.
和之前那个用的是同一种魔法，我想我能驱散它。 Thank you.
血还不够，永远不够。我会跟随你，直到庇护之地的尽头。圣母，是一位牧师，他肯定是 Vigo 派来的护卫。他在那里。妈妈 ，Nereal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湖的那边就是出弹者王城了，那里是魔法和知识的宝库。我为莉莉丝打开了道路，但却不能和她一起通过。我缺乏神圣元素，你明白吗？别这样，但我会找到的，已经很接近了。我只需要……妈妈，快住手！看看莉莉丝都对你做了什么。你在用自己的血书写符文，我的小喜鹊，他点醒了我，向我展示了一些，我甚至无法用语言表达。等我写完，你就会明白。我不想知道你看了什么，求你了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哦，我懂了。真是只聪明的小喜鹊，你是想把我引开，好来独吞一切？这是我的发现，不是你们的。我要用你们的血完成这些符文。你快停下来，看看他给我的恩赐吧。我想恨你，真的不想恨你。
我们要让 Lilith 为这一切付出代价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祝福之血，回去找 Prava 获得祝福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哪怕给他下跪，母亲已经开启了那个该死的仪式，我要完成它。去寒风岭找我。为何去那儿？那里有他毕生都在寻找的赫拉迪姆秘窟，他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，也许这对仪式会有所帮助，就算没有，那里也会是他的一处完美归宿。抱歉，我需要时间独处一下。